什么呢？你说这两个人从一进来就一直这样，哎，你说他们能喘得过来气儿吗？天宇人真的不错，其实就算是被骂，放别人也就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了。他还挺有同理心的。不要在我面前夸别的男人。走不走？你先承认个错误。哎呀，电影就要开始了，快点。你买的不会是安盛的电影票吧？我有那么傻吗？放心，去国金。哦。咱们员工不是每个月都有两张电影票的福利吗？那群同事啊，经常在五楼薅羊毛。我这 CEO 实在是太明智了，这福利定得好啊！哈。干什么呢？你说这两个人从一进来就一直这样，一点都不注意影响，害不害臊啊？哎，你说他们能喘得过来气儿吗？这一对儿一看就没有经验，这种事儿应该选个后排座位吗？就好像你很有经验的样子。我也没。还有，喂我，怪他。你看，问题来了，这片子排片有问题。像咱们安盛的院线拍片也要注意这个，这种小众的影片拍片怎么能和大片比呢？你得考虑。哎呦，你是开商场还是开影院啊？这么能说，怎么不去演啊？弄得你要挣了一样啊，脑子瓦特了。哎，你怎么骂人呢？你的声音比我还大。不好意思，还是在跟我说呢，不好意思吧。侬也不要讲，看侬个电影，